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云林新闻。自动节要到啊，各学校拢有无同款的庆祝方式。托克镇托克国小今年又别以往，除了以欢乐城堡为主题，在活动中心设置三座大型游乐设施。中昼甲张辉为着奖励学校，各学城和篮球队学生比赛摕下好成绩，并出钱安排行动五百馆，和孩童提早度过快乐的自动节。小朋友欢喜纵向游乐器材，真难得伫咧学校看到遮个设施。托克镇托克国小今年特别以欢乐城堡为主题，伫咧活动中心设置三座个大型游乐设施，并且为着无影响上课，进行分配来体验。小朋友表示，真难得有这个机会，会当参加，真欢喜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样子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乐儿童节，考试压力也不用那么大。跟往年不同的便是多了充气城堡，这些充气城堡看起来色彩鲜艳，玩起来也非常的有趣，也非常感谢校长和主任精心的策划。第一次在学校玩溜滑梯，觉得很好玩。我最喜欢最高那个，因为很刺激。我要玩那个最高的那个，我很开心。整个儿童乐园把它搬到我们土库国小的校园里面，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培养冒险患难的精神，以及让他们的身体能够平衡的发展。那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那我们为了不影响上课，每一个时段都有一个年级来进行体验的活动。另外，家长会更是大方来奖励各学校跟篮球队的学生，分别伫咧托克顺天杯篮球赛以及全国学生音乐比赛，拢得到第二名的佳绩。为此，将这行动五百馆搬来到学校，让小朋友吃一顿好料。那篮球队就是在我们的顺天杯锦标赛哈女子组第二名。那个国乐社也在我们的那个全国音乐会也是得到第二名，奖项都非常好。那我们就是家长会的部分啊，就是要为了要鼓励这两个团队的学生啊，还有老师啊，就真的蛮努力的，给他们一个鼓励。所以我们请出了行动牛排馆来学校哈，就是做这个活动，然后把学校当成牛排宴这样子，牛排馆。儿童节来到，各校拢会无同款的庆祝方式，目的都是希望儿童有一个快乐的回忆。记者陈贵祖，差不多。